第一个在现场拔我鼻毛的男女演员。安气是怎么来的？运气后世。安气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那么这个问题问得好，这个怨你。哪里？你挨完揍，你把那个暗气管砸坏了，这暗气都露出来了。得跳一段，背听好声，好看。不然会真的跳起来？你是不是真心 ？OK， 没问题啊。你是不是虚拟？慢一点。不是，就一天。先爆料一下，从我拍戏到现在，第一个在现场拔我鼻毛的男女演员。谁？哎，他跟我说这有一个毛，我说 OK， 一下就给我瞪出来。你知道当时那个心情犹豫不决，又尴尬，又尴尬又痛，眼泪滑下来。